以呢，我的皮裤呢才会变得就是很像排屎排过那个麻将这么的整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查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丹妮表姐。好，你看我们这个组合呢，就是王美圈的什么呢？王美圈的阿嬷。哦，我是阿嬷吧？你没有，你是阿仲。对，但是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今年几岁了？你一定要一开始就问这么伤感情的问题吗？30。那你对30岁这件事情有焦虑吗？有，就是一开始我就觉得啊，我的脸看起来很年轻，还可以骗吃骗喝，直到看到了就是20岁的年轻的一代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天哪，怎么办？可是一起出席活动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好险，我的皮肤还是有守住。好，那你怎么保养的？怎么就是赢过20几岁的年轻妹妹们？我的秘密呢，就是小棕瓶，我是真的用了以后，它除了很保湿以外，因为市面上很多产品有很保湿，保湿就是很基本款，再来就是要修护，就是其实你的年纪只要25岁以上，你就开始觉得脸好像越来越有点往下走。Yes. 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有点像把它往上，把它拉起啊，紧致一点啊，不要那么的干瘪。对，年轻人的肌肤要蓬蓬的，然后它擦完以后真的会让你变蓬。对，所以它的保湿、修护跟紧致这三方面呢，都可以就然后这上面三管齐下。对，那其实呢，根据科学的那个方式是呢，就是小棕瓶他们的科学家就很认真，他们就发现就皮肤之间有很多的讯号在传导，然后其中就有一个讯号呢，它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它是很关键的讯号。如果用白话来讲，它就很像打电报去告诉你，就是那个制造皮肤的那个东西，然后跟他说，赶快帮我做一些胶原蛋白好不好？皮肤要老了，皮肤要老了。然后呢，小棕瓶呢，就是让那通电报呢就打通这通电报，然后呢让它去动工做胶原蛋白。所以呢，我的皮肤呢才会变得就是很像排屎排过那个麻将这么的整齐。新版的小棕瓶，它的质地呢更加的清爽，它还是一样保湿，可是吸收更快。真的，所以你就是春夏秋冬都可以用了。对，而且那个研究显示，这也不是我胡乱，就是25%的，就算你是比年轻人比较老，是先天的，就是你是爸妈给你的，但是75%需要后天来补救跟保养。没错，对，所以我们还有75%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我现在是年过30的人。你也是，你也是，我已经可能迈向40那一趴，就是也不用怕，就是你太老了来不及，没关系，马上开始用。那还没有用过的人呢？一定要去影视用包。那用过怎么办？还是要去，因为是新款。